在日本东京天皇居住的皇宫西侧的小山上，矗立着东京的地标建筑日本水准原点。日本各地的海拔都以此地为标准测定。由于环境清幽，这里也是东京市民平日休闲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坐落着全面掌控日军侵略战争的中枢机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75年前，从这里频繁发出的每一道命令，都直接影响着日本侵华战争。这是1937年7月11日的内阁决议，正是这份决议将卢沟桥事变迅速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而这份决议的具体实施方案，就是由日军参谋本部制定并提交的。那么，在这栋已经消失的神秘建筑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一大早，消息传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立刻在众多日军军官中引起了巨大争议。日本の陸軍中央では面白い反応があって、これ資料が残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ある人はね、厄介なことが起こったねと、厄介なことですね、困ったことが起こったねと言った人と。对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科长的武藤章显得尤为活跃。作为积极主张将事态扩大的代表人物，武藤章认为自己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在没有请示上级的情况下，他立即命令作战科着手制定对华作战的具体方案。然而，作为武藤章的顶头上司，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却与武藤章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石原幹事の場合にはやはりソ連との関係を非常に大祖先というものを第一に考えていますから、中国、まあ、ここで拡大したら中国と大きな戦争になったらですね、ソ連に対して備えが薄くなるというそういう危惧を持ったわけですね。まあ、武藤の場合はそのいわゆる拡大派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ます。まあ、ある意味ではもう一つ考えて いわゆる一撃論と、つまり中国に対しては強く出ればですね、中国は日本の言うことをすぐ聞くと、簡単にこう戦争は収まるというふうに彼らは判断したわけですね。石原莞尔是当时日本军方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处理，他提出防止事态扩大的方针，并不是不想发动侵华战争，而是觉得此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机还不够成熟。在日本防卫省的战史资料馆，至今还保存着1936年日本内阁制定的国防国策大纲。在这部由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决定日本军事战略方向的大纲里，提出了日本侵华的指导策略，就是以蚕食的方式逐步侵略中国。所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石原莞尔认为应该积蓄足够力量，用来对抗日本宿敌苏联的威胁，而不应在此时利用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与中国全面开战。石原莞尔他是主要是主战的是对苏联作战，苏联是他最大的假设敌，他不认为这个中国比苏联要强。但是你要说中国打了以后自己的这实力受到削弱，这样来说对他整个战略构想来讲，就是说你打这个没有这个胜算的战争的话，削弱自己的实力，将来如果要中国和苏联联系起来一起打日军的，一定把他们一败涂地。但令人不解的是，武藤章制定的卢沟桥事变扩大化方案，在遭到其上司石原莞尔的反对后，武藤章并没有停止对华作战计划的制定。在武藤章看来，
他手中掌握着其上司石原莞尔的把柄，他正是利用这个把柄不断向石原莞尔施压。石原さんそんなこと言うけどね、我々はね、あなたが満州事変の時にやったのと同じことをやってるんですよ。言われるとね、石原はもうね、二の句はつけない。日本人说到的满洲事变，就是1931年9月18日发生在中国东北的918事变。这里是位于日本北部的小城鹤岗，也是石原莞尔的家乡。摄制组在这里的乡土资料馆找到了时任日本驻中国东北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亲手制造的918事变的第一手资料。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石原莞尔等人在制造918事变后，日军悍然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日本赢得了巨大利益，因此石原莞尔得到了天皇的嘉奖，从中佐直接晋升为少将。极力主张全面侵华的武藤章，正是以918事变为借口，企图迫使石原莞尔同意向中国增兵，以使卢沟桥事变迅速扩大。其实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掌控的军部，大部分军官都是像武藤章这样，希望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即刻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狂热分子。然而针对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事态究竟如何发展，是暂缓事态扩大，还是立即全面侵华，最终还需要一个关键人物的点头。永田町位于日本东京都的中心地带，日本最重要的政府机构大都聚集于此。1937年7月11日凌晨，石原莞尔急匆匆地赶到了位于这里的首相官邸。石原莞尔由于担心武藤章他们破坏了自己蚕食中国的计划，他希望能够说服首相近卫文某在即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否决陆军提出的对中国派兵的计划。但石原莞尔未曾料到，他的竭力争取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陆军大臣杉山元就已经找到首相近卫文某，强硬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由于日本在华北的驻军兵力实在过于薄弱和令人担忧，希望火速向中国派兵。杉山元出身于武士家庭，崇尚武力，作为日本陆军的最高指挥官，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正是军阀割据之时，国力不强，军心涣散，只要日本向中国出兵，最多三个月，甚至只需一击就能拿下整个中国。而日本只有拥有中国的丰富资源，才能为未来更大范围的侵略战争提供有力保障，最终战胜苏联。日本有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又像东北一样，不去抗战，拱手让出江山。しかし全体としては、卢沟桥事件後の行動に出ていますが、やはり特に軍人の中にも中国を軽く見る。それが卢沟桥事件の日本側の対応を左右していく一つの要因になったと思います。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意识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正是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最佳时机。日本应该在最短时间内首先侵占全中国。面对石原莞尔暂缓卢沟桥事变扩大的想法，和杉山元快速侵占中国的建议，
首相近卫文某坚定地站在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杉山元的一边，同意杉山元的所有要求。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连续策动兵变和政变，导致日本内阁更迭频繁，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1936年2月26日，政变上台的广田内阁进一步实现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日本政府的控制，并加紧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如今的东京都永田町显得十分安宁，但1936年2月间，在这里上演了日本近代史上最为血腥的一幕场景。1936年2月26日，出于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日本陆军军官率领1400名日本军人，分别袭击了包括首相官邸在内的政府重要部门，杀害了内务大臣、财政大臣、教育总监等多名内阁要人。时任首相冈田启介也在这次兵变中倒台。这次事件史称226兵变，日本从此开始了军部统治一切的历史。1936年4月，经日本天皇批准，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扩大编制，兵力增加近3倍，形成了一个有5700多人多兵种的军事集团。9月，日军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严重威胁当地中国驻军，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同时，日军军部制定了1937年度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在华北，以用8个师团占领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5省；在华中，以用5个师团，一部进攻上海，一部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在华南，以用1个师团占领广州地区，同时以海军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各战略要地。按此计划，日军用于侵华战争的兵力由1936年的9个师团增加到14个。1937年1月，广田内阁因日本军部同日本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总辞职。这时，日本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便急于乘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来缓和国内矛盾，并扩大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加强同英、法、美等国及苏联对抗的地位。从1937年5月起，日军在北平至天津的铁路线以及丰台、卢沟桥一带频繁进行实弹演习。5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频频开会，策划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936年6月初，经过几度内阁危机之后，近卫文某受命阻隔，暂时缓和了日本统治集团内军部、财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获得所谓举国一致的拥护。近卫文某上台后，继续强化战争体制，最终1937年7月7日夜，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11日，针对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事态的处理，首相近卫文某应陆军大臣杉山元的要求，召集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财政相，召开日本最高级别的5项会议，
由于军部势力的无限膨胀，当天的整个会场几乎成了陆军大臣杉山元的一言堂。杉山元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方军队防御增强，日军演习遭到抗议，日本在华侨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等编造的各种假象为借口，要求首相近卫文茂带领的内阁迅速做出对华增兵的决定。陸軍大臣が強くね、派兵するんだと、これ戦争するつもりはないと、で派兵して、それによって日本側の要求をね、通すんだと、陸軍がそういう以上ね、抵抗しても無駄だと。终于在征得天皇同意后，1937年7月11日下午6点25分，禁卫内阁不顾事实，发表了对全面侵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政府声明。经过多方渠道申请，摄制组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找到了这份颠倒黑白的日本政府声明。卢沟桥事变是中方蓄意的反日行为，中方应为此谢罪，并下重大决心决定对华增兵。由此，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在法西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卢沟桥事变中，积极主张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的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科长武藤章被提升至中将。就是这位战争狂人，在后来的侵华战争期间，还有意放纵了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行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首相近卫文茂在卢沟桥事变后的4年里，积极扩大侵华战争，成为推动战争的核心人物之一。石原莞尔则因为自己的战略思想无法得到实施而心灰意冷，再加上与当时日本陆军中的红人，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不和，不得不黯然离开军队，此后便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在日本新泻县长冈市的一名普通市民家里，我们找到了这部拍摄于1937年煽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影片《千人针》。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彩色故事片。所谓千人针，就是在士兵上战场之前，他的母亲、妻子或姐妹会捧着腰带站在大街上，向每一个路过的女性不停地鞠躬，哀求他们在腰带上用红线穿上一针。整整一天，他们要在街上恳求1000个人在这条腰带上穿上1000针。之后让士兵带着这样的腰带上战场，以祈求他们能够活着回来。就在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茂做出了向中国全面增兵的决定后，像影片《千人针》中的演员一样，无数普通青年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和煽动下，带着家人的牵挂踏上了侵略中国的战场，从此开始了他们罪恶的人生之路。